新同学，你刚刚听仔细了吧？你可一个音都别错啊！再出难一点的，肖邦的舞曲不太简单啊。对，我就知道不会这么简单。摊开吧。可能连肖邦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一段，你真是太有耳福了。宇豪即兴功力果然厉害，新同学。看来今天有好戏可看了。